已经砸了自家招牌。三立新闻林祥泽、尤凯如台北采访报道。好，来看看花妈要担任代言人喽，这是日本菇类的品牌来台湾推广饮食教育，而且已经进入第六年了。这次请日本动画的人气主角花妈来担任代言人，而且拍摄了电视广告，教大家如何补充营养。来看一年一度台南的宗教。